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的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新咖喱。我呢就是你们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新咖喱娜。我不懂这个单元哦，现在会是第一集还是最后一集，这个我就不懂了啦啊，那个就要看我的老板有没有把就继续拍啦。所谓的仙家里呢，意思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仙家，来讲有讲没有。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位，哇，讲到他哦，他自从一出了新民歌哦，他整个人哦直接人间蒸发，直接不见掉哦，不懂是被抓去卖掉呢，还是人不在有啦哦。出来，我们不要乱讲话啊。OK， 来，现在我们来一起掌声有请我们的Mr. 林丹。Hello， 我想问一下，中国人的人很像有点圆掉了啊！啊，没办法，新年那你们都知道嘛，是不是？说什么什么东西都有的吃，所以我那个整个新年我的日子都是吃喝吃喝，然后睡，然后到处玩，就总之嘴巴不会停就是啊。你们都知道那过年嘛，那不是就吃一吃一吃，就变到这样了啊！那圆就算了，中国人像有点黑掉了啊！哦，因为那时候出队嘛，我们那时候出是有早上、中午这样子，太阳很大，然后就被晒，你看。看我对不对？看到吗？哇，两个干了像那个梅洛一样，我晚了，喂，真的这样吗？所以这是我原本的颜色，现在被晒成这样了、啊，辛苦啊，辛苦了、啊，哇，哇 ，respect 啊！来，今天呢，我就要代替观众问你一些问题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啦啊。OK， 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紧张讲讲还是有点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你最近啊，最近一个月了哇，终于有转变了哦。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出队哦、啊其实我另外一边也是有工作、啊、知道的人都懂啊，我是罗浮宫庙第十一队大罗浮队的队员嘛，鼓手嘛。然后我们的行程都是这样，我们新年过后呢，就一定会有练习啊，不管是新人进来还是旧人都好啊，我们就会练习，为了迎接那个大游神。然后我的练习影片你要看吗？可以献给你看。哦，那你可以献给我，我叫我的一定再帮你剪下去啊。不然你看那边，看上面，看哪里？看那边，我可以借讲吗？看那边，啊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练习的时候样子，就是一个鼓啊，我们鼓手在打个鼓，然后带我们整把新的样子练习啊，看体重关几多人，开玩笑啊哦，哇，这很厉害这样哦，还好还好，轻一点啊，不过我们现在我听你讲话了，我好奇一个东西嘞，你哦，跟你在影片上的你的两个人哦，完全不一样嘞，这真的是你吗？没有你的人啊，在影片上面啊，很难洗哦，怎么中文像有谁那么这样斯文呢？其实你的人啊，跟你的那个影片上是有差别的，是吗？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很爱闹、很爱玩的一个人，觉得有时候会静静啊，可是只要一有人的时候，我就很疯癫，就爱玩那种、所以我一拿起镜头，肯定是做自己的嘛。不然就那种做还是很自然嘛，就是我作为自己就闹很爱玩，就很玩得开哦。比较玩得开啊。怎么你没有去想要找一些那种比基尼的美女上下你的节目呢？玩得开吗？是不是观众喜欢看这种福利吗？那种呜呜那种漂亮？没有啦，找比基尼美女有女朋友嘞。哦，有女朋友啊？你女朋友叫什么？Jusman 啊，贾斯敏，贾斯敏啊，方便说一下啊，他对你会很严格的嘛。之前的时候啊，你跟过那些女嘉宾啊，你们这样子合作女朋友啊，会吃醋的嘛？你们很好奇是不是？我帮你们问了，也没有怎样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拍 YouTube 拍影片，知道吗？然后没有拍片的时候就是聊天，然后聊工作，或者聊废人这样子吧，我们没有做过。然后知道，至少你们是拍 YouTube 嘛，不是拍到短片嘛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然后我回到重点了。这样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没有发影片的这一段时期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那时候就是因为游神嘛，大游神，大概就是忙我们分内的东西了，就不所该做的东西了。我自己本身也是军人打鼓啊，然后有时候也是会生鼓，然后顺便自己在那边练哦。那时候也不爱拍嘛，就是觉得想要专注在鼓队那边，所以就还蛮懒惰啊。啊，讲过来就是。懒惰啦，知道的，我影片也是懒惰剪的，我这支影片呢应该是多少剪两个礼拜耶。然后是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最近啊，你没有出影片吗？最近有看那个
Yuki 跟小亚影片哦，你们好像没有一起拍影片了是吗？我们现在彼此哦，就是已经有各自的目标，我们有各自自己要做的东西。哦，各自啦啊。那你们自己私下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帮你们问，帮你们问。哎呦，大家上面有什么问题？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哦，大家。到处拼自己拍自己的也是有什么的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你们现在有各自的发展。我们其实有秘密，哎，我讲来吊给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什么什么秘密？哎，讲来听呢，不要吊给吊给讲呢。多给 subscriber 够力吗？讲出来听啊。是吧？我们现在彼此哦，就是已经有各自的目标，我们有各自自己要做的东西，就是各自已经很难互动时间了，就是变成我们都会各拍各的。哎，白姐啊，看着接下来你在YouTube的发展，你是想要做什么呢？接下来我应该会就是可能变回专注想玩我自己想玩的东西，就是放一些我自己创作的歌曲。哦，玩那个音乐啊？这阵你新民歌做了，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歌呢？清明节了，我不敢做清明节。对啊，清明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做啊。啊，真的啊？可以做啊，就是我们会纪念我们已经失去的亲人嘛，就是我们唱一首歌，就当成是怀念他、想念他，就这样子吧，好吗？真的会出钱吗？会不会做还不恐慌啊？不过是有在做。哎呦，你这方面恐慌的东西不要讲，千万不要，我们观众一下爽一下不爽。没有，没有，还不恐慌罢了啊！你们不要什么啊？OK， 不用紧，大家期待一下啊！哎，你好，突然发现到你跟一个人长得很像哎，那像谁？啊，包马布，包马布，贝顿啊，讲贝顿那些啊，一模一样哎。我以前同个钢洞出来的，所以哦，我们讲话的贝顿啊，讲话方式笑啦，尤其是笑啊，是很像的啊。同个钢洞啊。不过接下来我想做的东西是一个秘密啦，啊，这样子才有看点嘛，是不是？像感觉人家叼着叼着这样啊，没有，就可能过后会有新的发展，然后会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哦。毕竟还年轻嘛，去闯一下也是有什么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反而 YouTube 就变成就是不会变正业，就故意是讲说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你要退出 YouTube 圈了？就 YouTube 会很频繁的更新啊，好像也是没有频繁的更新哦。就变成 YouTube 不会变成正业这样子了啊，偶尔就是可能会，拍一些生活记录啊，你像去哪里玩啊，什么东西特别啊。哦，就讲说你还会拍一个记录生活这样子啦，就做一个记录哦，就拍个聊天记录哦，大概就是拍这种比较趣的类型啦。不过还是加油啦，现在钱难赚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以为 YouTube 很好赚，其实真的不好赚，真的没有很好赚。对，没有很好赚的，你没有业配啊，你假晒的，对对对，没有业配真的假晒，真的。因为业配就是除了你可以拿 YouTube 的收入，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拍那些业配，你可以跟人家收一个价钱，就变成你有多几个收入了嘛。所以没有业配真的很难。像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那些要做 YouTube 的弟弟妹妹啊，是想要做 YouTube 朋友讲一下嘛？啊，就是。加油啦，真的加油，因为 YouTube 这一行真的不容易，啊，然后我个人的意见啊 OK， 就是你去外面先工作先，先去外面先赚一笔钱先，然后你再慢慢回来拍你的 YouTube， 因为 YouTube 这个东西哦，就是看你的流量那些，你的流量决定你的收入，啊，所以我建议就是不要一出社会啊，什么都没有就拍 YouTube， 然后想着 YouTube 赚钱。你要么可以把它当成兴趣，要么就是从你的兴趣把它 build 起来，不然就是有了资金再慢慢去做你的 YouTube， 这样子至少你不会过得很辛苦。真的，还是那句话，不管哪一行都好啦，加油，真的。OK， 要问你的问题也是差不多了，懂吗？ Okay, 不过我还是祝你在新的东西呢，你新的方向呢，可以越赚越多钱啦，至少你没在 YouTube 有一个竞争的嘛。OK， 然后最后我想问的就是，这样子以后。你会多久上一支影片啊？应该很难一个礼拜一部，有的话给两个礼拜一部。如果真的很特空，就一个礼拜一部，因为我也不敢确定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难配上。OK 啦，所以就祝你成功啦。OK， 谢谢，谢谢。也希望你以后还在可以赢到钱啦，因为你毕竟你有那么20多K那些观众也在扶持他的。OK， 欢迎讲话了，谢谢。OK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谢谢我们的林董啊，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接受我的访问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啊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邀请我 ，OK， 所以我们今天访问就到这边了，那我们的新咖你先完了，还有什么东西要先的吗？没有，先完了，新咖完了，我完了。你那个女是蛮甜的，这个，虽然你那个人看着挺黑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所以我们你每次讲讲啊，什么？记得 subscribe、按赞还有分享。我记得订阅，订阅三十个拉拜，还有按赞 ，OK， 还有分享，然后
啊，然后下一个影片见啊，我们先给明天见 啊，就这样子啊。那、你们每次一定要盖的咩啊？这是莫玩的是吗？没有，这是看你自己的，因为我们习惯了嘛。我看自己吧，好了 ，OK， 拜拜。